记者罗子欣台北报道。港星陈小春去年带助儿子 Jasper 上《爸爸去哪儿》爆红，虽现在已经回归正常生活，但外界仍十分关注他们一家三口。近日陈小春老婆英采儿欢度35岁生日，有网友在网上分享陈小春和 Jasper 为他庆生的照片，英采儿甜蜜献吻老公， Jasper 则似乎眼神专注在生日蛋糕上，模样萌到破表。昨网路上有粉丝分享英采儿的一系列庆生照，有一票好友群聚庆祝的，也有在家中和老公儿子亲密相聚的。照片中陈小春秒变老婆小跟班，脸上满是满足笑容，令网友们羡慕不已，也纷纷留言祝贺。另外英采儿日前还公开 Jasper 挑战跳海的影片，虽然一开始看起来有点害怕，最后仍勇敢地跳下去。英采儿更搞笑说，我生日儿子表演跳海，引起外界热议。有网友则幽默说，妈妈生日你跳海，爸爸生日怎么办？陈小春左站在老婆身旁秒变小跟班，脸上的满足笑容甜翻所有网友。翻摄自微博，陈小春和儿子 Jasper 又为老婆英采儿庆生。翻摄自微博。